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高好心情。我是晴晴，我是晴爸。今天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今天来出外景，我们来到的是高雄的汉神巨蛋。今天有一个乐高极速赛车的活动，闯关看看吧。再往下蹲一点点好了，好，可以可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赛车证做完了，看一下。维修赛车你会吗？应该很难吧。快到赛车维修站 ，A B C D E， 先学个英文字。D， 好，从这开始找，不知道转弯的地方记得转弯。我们要把这台车拼出来，然后翻过来吧，要找出这几个零件出来，可以吗？好，走，走吧，开始。对对，没错。对，这边请哦。好，好，过去来。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成员，他叫叶 KK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战利品吧，乐高的科技系列麦拉伦的 Formula 1的赛车。哈、哦、，Formula 1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是 F1 赛车吗？不知道。啊，那不是吃汽油的 ，Formula 1就是电动的。哦，就是、它比较好看。嗯，对，是蛮棒的。哦、那它除了它是可以拼装之外呢，它还有回力车的功能。好、哦，那这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把它开箱给大家看。那再来是晴晴的，来晴晴介绍一下你的是什么？心愿公主的积木。迪士尼的电影哦，心愿公主的哦一组积木。那这也是有机会我们再打开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叶一凯，你的有玩具吗？嗯，很好，他说没有，因为他还太小了。那我们除了今天还有很多满额赠礼的哈，那、哦、今天就是这个一包这个小小袋的。迷你小了。看起来就是一隻，对，是一只迷你小龙这样子。那除了这个迷你小龙之外呢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台更小的。哦，这个其实蛮帅的，这个迈拉伦的哦 F1 赛车。我们今天本来要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本来要买那个一比一等大的那个 F1 赛车，超大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可是我问店员啊，他说没有现货啊，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，我们就买这个小的啦。最好啦。好了，那你觉得今天那个活动好玩吗？超级无敌无敌世界好玩。好玩，你觉得今天哪一关最好玩？要遥控器那个什么操控赛车的时候。哦，你还跟那个弟弟 PK 对不对？这个活动呢，好像会从3月的这个时候一直到4月14号那边。那有机会的
朋友呢就可以去那边看看玩玩啊，都全部都免费啊，除了这个东西自己买，当然要花钱啊，这样子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跟大家拜拜吧，拜拜。